各位同亲，大家平安，辛苦大家，哇，真正辛苦。在冷天气冷的时候，我们还是参与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行列。鼓励自己，好，我们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存在，跟我们要做最大的工程。这个伟大的工程是一个观念上的工程，然后理想上的工程，但是不是只有理想，政策改变的工程，然后流亡政权执政者的结束的伟大的工程。哇，真正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到底我们都熟悉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我 越想越，但是我们还是也是要面对嘛，对不对？面对跟不能逃避，不能逃避。你既然我在台湾，你既然能现在活在这个台湾，一定看清楚，而且一定要认识的更深度。流亡尽管这个中华民国，那我用似是而非的一体两面，实际上一体两面是正面的，但是我用又像这样又像那样。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啊，有人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写这个一句话？就是中华民国自己说的嘛。我的太太是西来休假，对我来讲是足水的太太。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西来休假要改变那个三十几年前的观念。我的那时候的准岳父母，什么啊，你人不烦啊，哭啊，我吓一跳，烦啊。那在四十几年前还是三十几年前，原住民高山族到都市为着生活打拼在那里赚钱，但是白地少年人，少年人因为不了解高山族，只知道烦啊，哇，烦啊，一来就不得了啊，所以那个观念马上改，真的不简单。所以我准岳父母一听到说啊，你识识烦啊，我唔肯，我就开始家庭战斗，家庭革命了。不过那时候是他真的不容易。那我到大湖，我住伫苗栗县的台儿族，我是台儿族的。那对苗栗泰安乡沙顶后沙遐，到大湖一段路程，得要走路半工啊，走半天的路程。安尼啊，这嘛真趣味。然后我到大湖的时候嘛是趣味。这个我坐伫遮哦。嘉宾是嘛是有一个女同学，德宾嘛是女同学，客家话，客家人哦。这边有没有客家人？有冇？哇，真紧哦，拍摄哦，哦，真紧哦，真紧的客家人哦。
那时候因为他们知道说翻哈发是共哈发是繁字，繁字就是繁内繁内，这个是翻的，然后翻的孩子是繁字繁字。结果我坐在旁边说，那另外女同学说卡过去得位了、再坐过去一点，我坐过去，结果这位女同学说卡过去得位了，然后我又坐过来，这个女同学亲电脑哦，这个好讨厌哦。结果给我转来转去，我就生气，你们再继续我就杀你们了，定强呢，真的一出草是不得了哎，嘿，真正呢，那个是，那个是50几年前呢，哦，后来嘛是不用啊，不能出草啊，后来我就发现说，原来那个观念的问题，所以突破这个观念。爱突破迄个观念真正无简单，亲像爱突破迄个中华民国，互咱迄个压制殖民政权啊，殖民主义的这个观念，所以你要请你的朋友、亲戚，甲伊讲说明台湾民政府安怎安怎好，安怎对国际化，还是战争法。你的观念也是不能改，虽然不能改，这就是很大的大工程，这个大工程都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让人担心的所在。所以既然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看看，那今天我们进到中华民国似是而非的生活跟政策，我们重新再看看，重新认识中华民国和台湾。初级班都认识了哈，我们上过初级班，但是我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其实现在都在考验我们自己，面对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和今天的台湾人。所以必须定常常跟我们说，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不是，不会怎样，如果不是不会怎样，你也是住在台湾不会怎样。那这个就是观念上而且认识的问题，熟悉的问题。我们在虽然有似是而非，但是我们自己要弄清楚，今天台湾民政府给我们一条活路，这个活路是警戒书兵，也是你必须担当的我们自己的巨大的责任。我是牧师，我是牧师，我们常常讲说耶稣的十字架，今天台湾的十字架就是也是要靠大家同心负起这样的背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有很多意思，十字路口也是十字架的记号。那到底往哪里去？像前几天有一个 女孩子，她不是打手机吗，结果被计程车撞到，本来是红灯，但是一直往低头走的，砰掉就被撞到。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那活在这个现在的台湾中华民国，也是同样，不注意生命就危险。所以我们重新看看台湾民政府给我们这么好的道路，给我们这么好的十字架，爱担当，这个担当是生命的担当，是你决定性自己的
决定的生命。所以加在有我们的秘书长228个人，但是秘书长他非常的清楚交代告诉我们，不是只有秘书长哦，秘书长控告美国，是谁控告美国？烂台客，这个都是我们要担当的一个真正的十字架。那我们也唤起我们的，那我们看今年哦，有没有动？好，好，中华民国就现在美国称作的台湾治理当局，这个是方便而已。那有的不清楚中华民国跟台湾治理当局，没有上过课的一般的台湾人，敢讲因嘛不了解，所以加在咱参与台湾民政府，我们很清楚我们这样的称呼跟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华民国1912年到1949年 早就已经灭亡，在49年以后就灭亡，被中国共产党消灭。他不但被消灭，但是他还是找地方逃到台湾，都亡到台湾。我常常讲，一个人都亡的人还是到你的家，跟他们说在那里求讨他自己的生活，救命哦，请你帮助我，现在生活很困难，所以我是都亡的人到你的家，求你帮助。后来因为你的贴心来帮助我，你做老板头家跟我说，亚父这个所在给你管，这个所在也给你管，好啊，我尽量来尽量来管，来管理你的土地。但是到了30年40年了后，这个我的土地不是头家的土地，安尼道理无？真正无合理啦！这就是中华民国逃亡到台湾，逃亡到台湾。一个我常常跟我们高沙族，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妈妈呢。这样很多高沙族，咱的母亲呢？我吓一跳，什么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推翻我们自己的母亲呢。当然啦、啊，你自己的老母、怎么可以推翻呢？问题是你是安怎做，让那个中华民国做你的老母？哇，这个已经懵掉了，我吓一跳了，真的是认真。那这样的状况，仍然很多地方因为不了解，也不知道中华民国的厉害性。那中华民国用他自己本身说，哎，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不只是中华民国开始这样，连民进党，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也是一样，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已经主权独立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这是他们的党纲写的。所以搞混，所以整个台湾人说，哇，民进党真好，哇，真正本土台湾人的政党到家来了。所以他说这个中华民国才是我们真正的本土台湾人的政党。我听到，哎呦，感觉有道理啊，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有道理？无道理是因为你参与台湾民政府的革命先行者，那无嘛是赶快，嘛是唔知。所以
还好我们进入了台湾民政府。那今天我们看看在这个2009年的时间，这个是在中华民国，所谓的中华民国住在长崎，然后用感谢状，所以他也很清楚认识，原来他也感谢，这个是给日本帝国的感谢状标喜，因为整个的台湾那时候的土地本来就是属于日本帝国的，所以他们用感谢状。1979年1月1号发布的美国跟中国，有没有发现有以前我们还没有参与台湾民政府的时候，美中这个中就是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华民国？不是，是中国。但是问题现在台湾人中华民国中国大陆都是用中国大陆，你看加上大陆，然后加上台湾地区大陆地区，这个就是让我们迷迷糊糊在边转来转去。还好我们参与今天的功课，那实际上美国非常清楚，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就是毛泽东现在的习近平他们中国。在一段时间2010年，在那一段的时间，很多中华把中华民国，很多台湾人就把它当作中华民国，就是这个中美中，那实际上都在搞混，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今天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中国。在美国承认这样的中国这个 一国政策的时候，那今天老马在那边硬推、硬着跟那个跟 ECFA 签署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跟中华民国 ECFA 签署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了，结果他们还是没有告诉我们真正的内容，这只不过是经济架构而已了，经济贸易经济协商的那种协会的一个架构里面，但是这些内容又不告诉我们台湾人。当然他不会告诉你啊，中国人还会告诉你啊，连老马还把我们高沙子说我们把你当做什么，我好像是骂告的。那今天既然我们很清楚不是一个国家，同样的今天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是赶快，那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根本没有台湾，所以我跟几个高沙族在谈论，你们知道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个跟我无关，这样跟我们高沙族无关系，虽然无关系，但是立马爱清楚，不然的话说啊，这个宪法就是我们保有这样的宪法，实际上都包含中国。你看那么一大片的中国，也是说啊，中华民国是属于把中国包含在中华民国的宪里面，实际上那个是他们在中国所制定的一个宪法。那今天我们来看看，既然在我们对一些的学者把真正的台湾的真面目都把它掩盖起来，
怎么做掩盖，没有把事实交代清楚。所以中华民国整个的政策都是把掩盖起来，而且假如清楚，他也把我们台湾民政府把它当作说，有人说诈骗集团。有一段时间有几个从宜兰然后到台南还有山上的警察局发布一个公文，小心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这个查查查到这个谁发的，原来是流亡政府行政院，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行政院原民会所发的公文。所以我们执政的时候为他试问。好，今天我们看看要清除整个的中华民国跟台湾真的是完全不同。现在台湾真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日本天皇的所有权，他有保有所有权。那没有上过课的，奇怪，为什么会跟日本天皇有关系？所以塞德克巴莱，塞德克巴莱那个影片虽然好看很感动，有的高沙族不愿意看，因为特别是泰尔族的台中古关那个地方曾经被塞德克莫纳鲁道进攻，把所有的整个的老弱妇女杀得一干二净，还好有一个太太年轻的带孩子就藏到了深山里面，所以没有被杀掉。那男性呢去帕拉去打猎，抓山猪抓飞鼠，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假如我们当中是有环保或者是这个有保育类的，请你原谅，就是因为山猪好吃啊。那当然素食的话请包容了，因为这是高沙族的文化嘛。那时候哪里有冰箱，以前哪里有做买卖的，我们一定是靠山嘛，所以整个野菜了，山上的果树的果汁了，还有动物，我们都很清楚哪一个是很有营养。那很有营养到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身体健康。而且在塞德克巴莱那个影片呢，实际上有很多是高沙族在三更半夜用游击队的方式突击日本。所以秘书长不是有讲过吗，日本在暗时的是每当一个人呢，每当至少有两个三个，因为他们尿尿以后就头已经不见了，一看都是原住民高沙族那么厉害。而且真的是当时高沙族的身体而且对山上的非常清楚，那怎么样的路线危险度他们都一清二楚。那像我呢已经落后了，因为没有一直在山上了。那在这种情况，有一次在靖国神社里面的39100个阴魂放在靖国神社里面，那当中呢他们参加这个太平洋战争，我也听过我们山上的老阿公讲的事实，他也参加太平洋，也参加呢是巴布尼基亚的跟美国作战，代表日本兵，那是高沙义勇军。那高沙义勇军在那一段时间已经作战好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到什么程度呢，连因为
日本已经慢慢要进入到战败的生活状况。那在山上的作战的高沙组还有义勇军还有日本兵呢，没有东西吃了。那没有东西吃到什么程度，有的饿死，怎么去爬山真的不容易。好家在有高沙族，高沙族呢，我们高沙族想尽办法去先抓野兽，抓野兽一杀血出来马上杀得干净，然后里面的肠还有心脏肝马上吃。哇，那个日本兵还有几个平地的吓一跳说啊，不敢吃， 这不能吃啊。高沙族的那个义勇军，你不吃你就会死掉，你去跨买哦。结果高沙族对他们几个可怜，好，既然你们不敢生吃，想办法生活。那生活方面怎么去找火把它找起来，他们也不会做，高沙族来做。所以用野菜了，然后自己生火，把钢盔呢当做锅子来煮煮汤，然后烧烤山猪烤动物。有香吗？香个迷迷冒冒啊！哇，那几个日本说啊，好假，就马上吃啊，吃，所以就会又火起来了。这样有简单不简单吗？这个高沙族真的不得了啊！除了我以外了，很多高沙族真的在山上，真的是我很佩服。我爸爸84岁也是赶快，现在一直打赤脚到山上，都是打赤脚。他来到都市还要背那个比较大的鞋子，说爸爸要学习穿鞋子了。哦，要穿了，为了平地人来看穿鞋子，来到山上坐我的车子，他一定会脱掉鞋子，喜欢恰卡就是打刺。那像这种境况，我们看看在日本那时候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政权呢，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台湾跟中华民国不同款。那今天是你看马英九他们不是最先是建国100年呢、啊，最后有的人就马上画100年而已，不敢写那个建国100年。因为他们有人本土台湾人在发言说什么建国，什么时候建国，那100年怎么算，今天是跟他68年69年而已。那这样算起来，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才只不过是进入69年，怎么会几百年？那今天还是他们说几百空三年，103年，这东西好小了。因为他要给我迷迷糊糊这样的算法。有一次我跟秘书长谈，因为我们有几个考郡守，很多考不上嘛，高沙族有几个高沙族的我们的同心主席啊，那个年代哦，真的不知道怎么背啊，背不起来、啊、这个脑筋不一样，要背山猪可以背山猪，那年代几年几月几日，那么新台湾论像你那么厚的要全部背，哇，难怪我们郡守很多考不上的。所以我就跟秘书长开玩笑说，阿贝安诺，我们这个高沙族背的这个年代没有那种习惯，我们就看太阳，太阳是我们的时间，这样也没有写几年几月几日、啊、有下不没啊。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当然也是鼓励高沙族还是要去考郡守了哈。好，这样的事情也是把事实当作给我们更大的交代。那今天这个是美国前任国务卿的鲍威尔，
他也很清楚的交代，在中华民国跟台湾完全不同名称之下，而且真正的事实存在之下，他讲得很清楚。他讲在他的演讲当中有一句话说，当人们不再向你诉说问题的那一天，就是你不再领导他们的时候。这个是鼓励一个领袖群。今天我们当进入到高级班，很多人跟你争论，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同行在讨论的时候会跟你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没有关系。有时候 会受到打击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假若真的没有人跟你讨论，没有跟你争论的时候，假若真的没有人了，表示你就没有知心的朋友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要接受这样的一句话。但是这个鲍威尔呢，在国际地位，把台湾国际地位做一个描述，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目前只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占领与有效的统治。那他也讲说，台湾在2008年8月，美国国务院回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的一句话，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 不只是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 这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让非常多台湾人也是不清楚，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已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也是不相信。真的台湾人还高啊，不要那形容，怎么不晓得怎么去形容。所以刚刚所讲的，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也不享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到什么时候才有主权的看见，知道吗？有没有影响？原来台湾是一个殖民地，满清中国的满清政府的拓殖地，然后割让给日本天皇。啊，一直到1937年，日本皇民化，教导日本文化、教育、语言方面，连我们山上高沙族怎么去种田，也是日本时代来教导我们。那一直到1942、43、44，然后到整个的主权独立，主权的那种台湾是主权的一个组织政府的时候，就在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的昭告书，昭书那边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办法主权独立，让清楚台湾不能独立，是因为日本天皇的所有权，所以在他的手中就拿着整个的所有权。所以今天中华民国活在中华民国的社会里面，我们最近不是去年发生的问题，这些卫生认证的问题，其实认证都讲得很清楚，不过关键性是把关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去好好认证，好好去把关，只是抽样的。那抽样当然有很多被你溜到啊，你没有办法整个去检查哪一个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问题的。那今天都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你看68年进入到69年，在那边底下控制，无论像你这组织还有抗议团体的，不管是学者教授 学会的，
不管是在社会运动的整个对中华民国的抗议，底下抗议，有好不？不好啊！真正是安尼啊。但是虽然不好，加在有咱的台湾民政府，安尼好不？这就是咱的使命。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即马中华民国真的是大手笔耶。他用什么大手笔？把台湾当作最大的财产、最大的领土权，他们自认为。问题台湾人嘛是底下赶快被迷惑了。所以我们问自己：台湾人难道永远都活在这个欺骗治理当局或者中华民国这样的生活吗？今天因为中华民国这样的事情也渗透到基督教的团体，我这个提出一个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写 PCT 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基督教在台湾有大约80到100的教派，基督教有将近80到100个不分教派不同样的组织，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基督教最大的。2000年到2002年，我曾经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重要的干部，我主持一个会议，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个基督教的医院是我们长老教会的财产，几个董事呢，因为基督教所无论是学校医院经营的董事呢，各宗教的团体的董事都是受托之间的关系，那因为基督教也是被中华民国这样渗透而且污染的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也跟着学习贪。所以我主持会议要处理董事的问题的时候，因为董事呢，我很清楚就告诉你，告诉我们几个那时候的教会的团体还有学校基督教医院的董事，我说你们董事是只不过是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委托而已，立罪当书基督教的病医还是像警力大学还有台南的长荣大学，这还有磨刀新楼医院，整个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财产，不是你一个当事的财产，要听清楚哦。认罪当事 只不过是受委托的关系，像今天的中华民国还有我们一般台湾社会，你做董事财团法人的董事是你自己出钱，而且不是受托，是你自己拥有这个财产。所以有一个董事长他们抓住说，哎，既然中华民国的董事是拥有这样的财产，想尽办法把这个学校的经营还有教会医院的经营权财产变作他们自己的财产。由于这有几个这个不法的董事，我在那时候主持一个最大的会议，说这个就是已经贪渎，已经渎职了你本身最当属的角色，你已经不配成为董事的职分，所以我们要处理。那处理呢，当然哇在争论哦，结果争论当中呢，哇真的不分上下呢，好像不是 信上帝那么和蔼了，也是同样，我不敢了，
结果在争论的时候，我舅妈说：“嘿，古干查理呀，莫雷莫，古干查理呀，莫雷莫。”那就是我的出草了，感应秋瓜。哇，那时候他们就愣住了啊！哇，我们这个主席在发脾气，我发脾气是用歌声发脾气，我没有拍桌子。然后就重新再交代，董事不是令那个咱几多搞病院还是学校的财产，不是令家己，你只不过你是一个受委托。所以这样的事情，我六个十五个董事当中的六个董事，我们表决，因为很多高沙族当议长，我们各中会跟各中会教会里面有主持一个组成一个中会，中会很多中会有21个中会，那表决的时候，差不多快三分之一强，快到一半，很多是高沙族的当议长表决。全部只有一个没有赞同，全部都赞同。那个当属连接，哇，那他们吓一跳，哇哇，这个高沙族那个才是真的出草了，免职令。哇，他们就开始控告我们总会，控告到法院。所以那一段时间是基督教长老教会最遗憾的事情。还好高沙族主持，假若平地当议长主持的时候，有包袱，而且有感情的问题，因为家己背对，家己有亲戚朋友啊，不敢免职，所以那一段时间，当然这个也是对我们教会兄弟姊妹最欢庆的机会。当属受委托，董事是受委托，今天是中华民国就是受委托了，对不对？中华民国受到美国的委托，给你管辖权，管理的权利拿掉了，不是你台湾，是你的领土了。安尼有清楚无？就是安尼啊，遐尼清楚。中华民国是安怎？就阿爸嘛，最大的诈骗集团。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我们看见中华民国这样的似是而非的殖民政权呢，那更不得了。那你们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特别在选举的时候，美国甲咱的秘书长讲，袂当公投，是安那袂当公投？问题是多亡的人，真正有权利决定台湾的前途无？美国甲咱的秘书长安尼讲呢？秘书长嘛是甲咱讲，安尼遐尼清楚，遐做说明，真正袂当公道啊！多梦，亲像我家己的譬如，刚刚我做了一个比喻，我到你的家里受委托管理你的土地，最后就我们来决定你的土地，安尼有合理？当然不合理啊！所以今仔日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啦。安尼清楚无？我们少年人不错，可以吗？受委托而已呢，受委托没有拥有权呢。嗯，今仔是选举嘛是安尼啊？选举，哇，安尼好唔好啊？台湾安尼做总统安尼好唔好啊？好啊，哇！我在几年前嘛是参与呢。阿比在那裡選第二任的總統的時候，我也參加呢，我也參與呢，這樣好不好啊？好啊！哇，拍手得不得了啊！哇，我們從山上趕到台北，要塞車
三点钟，然后完毕，暗时得要十点外，嘛是转到山顶呢。遐尼辛苦是甘愿啊，是自己自愿啊。想不到嘛是被骗了。我在初级班，因为我几个月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我在初级班嘛是赶快呢。你阿伯，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本来无了解什么意思，袂当做。这个秘书长就给我们清楚。中华民国所谓这个流亡中华民国总统被选上总统的时候，一定要就职典礼嘛，对不对？要不要宣誓？我们少年人，一个总统有没有宣誓？有吼，那宣誓，我要效忠中华民国。哇，效忠中华民国，那我们高级班，中华民国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不能出息啊！你看，我们还要效忠他。结果他发现，他是阿扁在第二任的时候啊，我效忠中华民国，我要实现中华民国的宪法。我要把中华民国宪法帮助中华民国国民，他不共台湾人呢，中华民国国民。结果我们一听到说，好啊，好啊，阿屁加油，阿屁加油。结果他想要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的时候，啊，碰到一个104条在等阿扁啊。好，既然宣誓有四条，以上违背誓约者104条在等你。104条写什么？违背誓约者，西楼一条啦。当然阿扁说，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啊。哈哈，才清楚，才知道啊。已经陷阱在那边被我们抓山猪啊，抓到了。所以到现在没有人敢改变中华民国的国号，也没有办法自宪。中华民国的民进党说来自宪哦，来自宪哦，在天方夜谭呢，在中华民国你还敢自宪呢？西楼几条了。哎，老蔡，好，这些都是因为我下去一点。好，我们很清楚，这个是麦克阿瑟，日本天皇。这个是在1945年的时候，很清楚，按照法理，本土台湾人绝对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华民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也没看到民进党。好，这里，你知道这是什么？云山饭店，好，云山饭店嘛，哈，台北啦，云山大直那边呢，我们台湾的地理也要知道，不要只有知道中国的地理。好，有就是这一天呢，他们就开会。被党外人士还有民进党在圆山饭店成立。问一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个有一些空间，想看卖。民进党东华甲国民党有对敌无？迄时有啊，反对党啊，反对党啊。
一个在野党，一个反对党，竟然让他的敌对的国民党让他在圆山饭店成立。哎，有什么奇怪？假若我反对你，你反对我，你有圆山饭店，我要向你圆山饭店借，你要不要借我？当然不借嘛。不是啊，是董善呢。好了，那个可能是你很清楚中华民国了。假若是不知道的人哦，你对的哦，常常一直在坑你，你也坑我，开始在那边斗来斗去，然后你有这个圆山饭店，你会不会借给我？按照正常的观念，一定不会借。是安那迄时蒋经国赞成他们在那边，有没有想过？蒋经国授权，但是秘书长讲得很清楚。我们再回到秘书长告诉我们，早就有内线了，因为你们可以，美国也告诉蒋经国说，你现在要开放，这样才可以知道说民主，有一些的民主。所以那时候开放党禁，就成立民进党。那成立民进党，但是有一个条件，蒋经国国民党他们告诉民进党有一个条件，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你怎么反对都没有都可以做，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这是条件，这是金条，所以才容许在圆山饭店成立。所以一般的观念，那真正对的是真的是没有机会，不可能在那边。但是因为有条件，表示说哇，国民党是包容的党，哇哈哈，拄到魔鬼了。好，既然没有办法成为主权，这样的事情，那在外交方面也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看看，在法理身份里面，日本国民的福尔摩沙，就是我们现在的本土台湾人，他们因为为了自己美国的利益，所以他也一直催促这个透过台湾关系法，好像有那么好的关系，在他们认为说，哎，在法理身份很像把他当作中国人，所以很多中华民国一般中国人说，台湾就是我们的，整个都是我们自己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会很多一般人民都会把他当作说，台湾就是我的。有一次我参加NGO 在联合国瑞士那边，因为我代表高沙族的，我就看到几个中国人，我一听到有中国腔调，哦，你是哪一层的咯？哇，我也故意讲不标准嘛，不要紧啊。哇，啊，台湾啊，啊，他们听到说我们台湾的腔，哦，台湾啊，我们同胞啊，台湾是我的嘛，我们的啊。我说什么？台湾是你的，我们高沙族原住民跟你无关嘿！哇，气个！然后我就在辩论，他就跑掉了。所以在一般的状况是把当作说台湾就是中国人，所以你们看到自己的朋友中国来的，一定是把它当作说，哎，台湾是我们的，因为这些的整个呢，给我们模糊了。那实际上把太平洋战区、太平洋战争那一段的时间，在1941年、42年、44年，这个一直到1945年，这个战争实际上是太平洋战区，结果中国和中华民国把它当作中国战区，
因为台湾是我们的，中国人就是喜欢，他不会说别人，他只会讲这一句话。所以很多台湾人就碰到这样的瓶颈。那同样的，在整个的政治考量来处理台湾，实际上很多不同的意见。在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在记录上真的是要征服日本的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总统呢，实际上没有排斥台湾是应该要重回日本的可能性，但是在法理上呢，美国在这种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些都是因为都在纵容中华民国，美国纵容中国这样的违反国际法，所以把它当作他们认为的1945年10月25日就是光复台湾。那当然那时候的整个状况，因为我们已经经过这个要准备到被中国蒋介石这样占领然后统治这个台湾的时候，那实际上事实，因为那时候台湾人不敢讲话啊，好像说啊，这是让你周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真的阿兵哥回来，结果都是嘁哩喀啦嘁哩喀啦这样来到从基隆进来，所以他们很高兴说，哎，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军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特别一直把开罗宣言呢一直在欺骗我们本土台湾人，那欺骗到什么程度，那在这个1943年11月26号的这个开罗公报呢，12月1号就发布，那原来的版本应该要归还给中华民国，但是刚刚前面我们看看那个这感应器，在1950年，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开罗宣言有三个国家，实际上是三个领袖了，不能把中华民国当作一个国家嘛。那这个基辛格、罗斯福跟蒋介石讨论开罗宣言，说应该归还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不能进攻侵入其他的国家。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6月25号他们进攻到韩战，所以美国也很聪明，趁那个机会就向联合国来控诉，说中国已经违反了开罗宣言的 memo 这样的条件。所以当他们这样去控诉的时候，那在联合国最后也被联合国接纳，说哎，不能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应该有另外一个处理，所以他们要等到战争结束才可以订一个条约。所以那时候等到1951年开始谈论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候呢，就开始讨论内容，那怎么把台湾做一个定位。所以美国也很厉害，把整个的日本，因为日本已经被征服了，那最后把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我们所称的那个就是美国麦克阿瑟的日本宪法。所以今天自民党他们就要准备修改这个麦克阿瑟日本宪法，因为只有自卫队而已，只有保卫自己，好像等着死啊，别人来跟你攻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没有办法进攻，那这样的宪法怎么可以合适
今天的日本宪法，所以安倍呢他们就应该是会通过啊，秘书长讲得很清楚，会通过这样的宪法，改变为只要受侵入他们就可以做除了保卫而已可以进攻，所以这样的宪法也在开始酝酿在日本政府的整个国民里面。好，特别在因为美国已经把整个开罗宣言打破了，在联合国也接被联合国接纳说不能把台湾归给中华民也中国跟中华民国，所以那中共呢中国他们也知道说也要抓住一个问题，他们也要开始控告美国。那怎么控告？美国在侵占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土地台湾。结果就在1990年在这个中国人民报道午休权，这个午休权就是在40年前等于在1950年的那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控告在联合国安理会当中呢，午休权是代表中国的毛泽东，他们有九个人小组啊，在这个时间呢，在引用1943年的开罗宣言，还有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在那种情况，联合国注意哈，1950年11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说美国侵略案。所以他们就列入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但是到最后呢，为了要让得到这说台湾可以归还给中国，但是因为共产中国呢已经介入韩战而干涉朝鲜，那违反当时的承诺，所以美国就开始决定撤销台湾归还中华民国的中国的保证。所以在1950年6月25日，在那一段时间呢，就开始把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联控诉美国这个案件呢，他们讨论，那讨论到什么程度，说应该归还给中，把台湾归还给中国，但是因为已经介入韩战，已经违反这样的承诺，在开罗宣言他们自己在 memo 的时候在那边所做的条件已经违反了，所以联合国就告诉中国说，好啊，你们既然说台湾是你们的领土，那请你们把证据拿出来。就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拿不出证据台湾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都已经很清楚，但是很多台湾人还是活在中华民国里面的。那今天我们看看，既然有这样的在国会听证会里面，他们也把我们真正台湾的地位呢，福尔摩沙的地位实际上已经确定，那时候的确定已经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一般台湾人还是不清楚这样的法源。那今天我们参加就是要更清楚法源的证据。好，我们底下像这一图，在一般人说你看
他们也是在过着模糊了。还有一个国旗，然后上面还有美国国旗，他们也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事情。他们觉得说，哇，我们已经战胜了，我们已经把台湾成为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领土了。那实际上这个才是有玄机啊，你们一般台湾人不会去注意到。那既然是中华民国国旗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见美国在上面，这个就是保有美国是今天台湾的主要占领权的国家。那这个这一点一般台湾人还是不下清楚，所以还好今天整个台中华民国的似是而非的一体两面呢，有时候给我们看见如此这样的说明，有时候就在另外一个 方面，反正是见人说人话，见狗说狗话，那是中国的话呢，我们高沙就把它改为见狗说狗话。就像我跟我的太太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们高沙族没有这样的文化呢。我但是高沙族这个文化哪有小，真的没有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嫁猴子就变成猴子了。结果我太太说，不是这样啦，是这不过形容而已。诶，形容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啊。所以我有时候说平地人也受中国人的文化影响了。我们昨天路过，从台中晚上赶过来，我们在台中旁边看，哦，在那边演戏哦，很多舞狮哈，在那边跳来跳去。因为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也曾经在那边做这个舞狮，他也不是当地哦，有的是也是抬轿子哦。结果发现哈，他们才发现说，原来有上头给他们支援。这个上头就是不是不是黑道，我就不清楚了。那有的有的是小喽啰，很多都是小喽啰。为什么那么多的少年帮派？这都是在混乱我们整个台湾社会。那实际上原因都是帮派，这个帮派的来源源头从哪里？国民党从哪里？对，中共嘛。所以整个都是一系列到现在。所以今天台湾社会乱，也就是因为在活在中华民国体制里面。那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给我们这一条活路，台湾民政府给我们有思绪学习的空间，而且我们这样彼此分享说，啊，哇，一个啊，就哇，好高兴。那也说上课啊，秘书长讲的非常风趣啊，大家都高兴。那同样我们来这边学习我们台湾民政府，我们法理学院的这样的空间，是让我们得到生命长存领域的一个学校。那我们也看见唯有这样的法源论述、法理论述，社会才知道说必须有事实公正的交代，而且安定幸福快乐生活的盼望。中华民国有盼望吗？中华民国有盼望吗？就是有钱就好了。那今天很多的福利政策，将来我们执政的时候，刚刚吴姓给我们高兴的盼望，就是这个福利政策的期待。所以说，哇，高沙族要族人生一个孩子一百万，哇，高兴的。结果有这个有这个有，但是啊，那我们没有盼望呢，
有一个阿公说，那我们没有盼望，你有盼望就是你的子孙有盼望，你要交代说要参加台湾民政府申请身份证，你才可以真的有盼望啊！哦，阿内啊，哦，看你好，所以他就交代他的子子孙孙，这样才不是老人家得到一百万，是家己的囡仔、孙仔，咱的后代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为了后代，而不是我们得到就好了，应该是分享、分享，安尼彼此分享。就亲像三十年以前哦，三十年以前，那高沙族的年轻人来到都市赚钱，常常跟平地的青少年彼此误解，误解了后就变成乱了。那彼此不谅解之下，一定会不一样的看法。那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说啊，还了，还了。那当然气啊，你再说就出草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感觉到，这样的生活安尼好不有安定不，对啊，自己消耗自己。台湾人遐尼好的台湾，无同款的族群，无同款的话语，讲合法嘛无问题哇。那讲台语哦，真好。我们古今该台湾语，该你们外语母语。哎，这个是我们打烟的话，我讲打烟的话，你们也听不懂。就像我们几个高沙族听不懂台语的，还是忍耐在边上课呢。因为很多讲师都是用台语嘛，那我们几个高沙族也是很忍耐呢。说主席啊，跟讲师讲一下要。多多少少讲一些中文，安尼跳舞安尼较有意思。结果讲师一直讲的，最后还是讲台语。说，咱嘛是爱吞论一个，爱学习一个，我们也要学习，因为将来我们的官方语言台语是少不了。我安尼啊，好啊好啊，吞论一个人。所以像这样，我们知道台湾民政府给我们很清楚。真正的生活的准则，然后人民政府回归国际地位的正常化，而且我们都有机会对国际有一个贡献的机会，一定会有贡献，有相信不？台湾民政府对国际贡献有将来，安尼有相信不？有啊，哇，安尼真好啊，真好，赞！哇！水啊，安尼就对了。啊，对哦，我几个在山上说不会讲台语哦，安尼就对了，这样啊。哎，什么说安尼就对了？我不会讲台语啊，只有讲一句话，安尼就对了。那整个给我们认识国际法，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除了认识国际法、战争法、马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海牙第十公约，这边讲得清楚，占领者不能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这个写得清清楚楚。但是电话边讲呢，他不管呢，真的是你要尽管。好，这些都已经违反了整个公约的条件啊，这些都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好，另外我们更清楚，我们的秘书长，好，还告诉我们说，不是干那话哦，是隆重来控诉美国。我蛮年轻哈，我们秘书长，帅啊。啊，对了，安尼就对了，哦，安尼真好。好，既然已经判定，有一件事情，2006年10月几号？
24号控告美国，用人权来控告美国，然后有两次高等地方法院，然后到高等法院，美国国务院认为说这是政治案件，结果美国法院驳回。好，这一件很清楚。第二件事情，2009年7月8号申诉到最高法院，请注意哦，7月8号，然后下个月的8月6号，特别几个月，一个是最高法院接受审理，然后一个月以后还没有审理，还没有弄得清清楚楚这些案件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在2009年8月几号放弃抗辩权，8月6号国会哦，你看还没有处理这个案件，接受最高法院就接受，然后就国务院就马上放弃，有没有玄机？这个就是秘书长所讲的 deny， 这个否决呢是搁置。那个姚嘉文都说什么搁置，这个本来否决就已经没有了，已经无效了，这是他自己的解释。那我这样想，你看7月8号接受最高法院接受审理，然后8月6号就美国国务院放弃，你看那么短暂的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清楚说海了，美国国务院说海了，不会安怎好啊，让放杀来放弃抗辩权，所以很清楚就在等着搁置。那搁置到什么程度呢？要考你们，安尼准备好不？我唔敢讲，41万身份证的申请，其实是41万，听起来很困难，但是假如是新闻媒体、电视一播出来的时候，台湾人的本性就出来了，西瓜挖大饼，哇！所以以后当民政局的哈，要特别注意哦。那时候要登记记录的那个户口会、身份证会忙不过来呢。那今天是40几个、20几个还可以办，100个还可以办身份证，一下子，哇，这个会真的是很忙。马歇后，都是安内啦，都丢啦。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更清楚说，你看给我们证据，秘书长给我们的，这就是给我们清楚台湾民政府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期待，而且事实都在进行式。我们的进行式就是 doing ing 都在进行，不像什么党派还是在那边停顿了，然后偶尔看到说抗议的时候，哪有抗议啊，就抗议，安尼有声不？有好不？啊，无好，就没有办法进行。干那台湾民政府底下，逐日进行 ，ing，doing，都丢了，都是安内了，所以我们以后的旅行证明书呢，是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这是我们的全名哦，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好，将来。好，这个都很清楚了哈，这个都是台湾民政府给我们一个活路，看见很清楚。这个我们每年12月要去见日本天皇，所以我们等待奥巴马什么时候给我们。那1月1号，秘书长给我们一个公文，他所演讲的后面讲得很清楚。奥巴马会做一件更大的事情，
那就是要宣布台湾主要的占领全国，美国呢最后还是要把这个国际地位还给所日本天皇的所有权。所以我们常常跟日本天皇见面，就是让日本人民都知道说有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们都在做的进行式啊，这些都是给我们证件证明。哦，哦，这个2011年，我们去靖国神社，然后在那边跳舞啊。哎，我在哪里啊？好像绕高了哈，实际上是像不像？捏凹啊！好，这个都是我们的，所以这些我们看看流亡政府的四世外交，那这些以为是外交关系，实际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哪里有外交关系？只不过给你美国给你台湾关系法，这给你只是给你爽一爽而已了。嗯，好，哎，怎么感应？好，你看到最后一不小心，最后就也外交说中美断交，以前是讲中美断交，现在是台美断交，这看得贵了啊！看起来多好，这个都是凯子外交了，都是花钱，所以国防预算跟外交关系，今天中华民国的预算多少，你知道吗？5-6千亿，国防预算3000多亿，外交关系2000多亿。我告诉各位，这个是明的，对，因为我本来不知道，我做牧师很单纯的，我不知道说还有明的，还有暗的，有啊。你看我们的县议员，明的在那边，然后暗的还很多呢，这样啊，我晚了尿气啊。所以原来就是这个，就是一直在那边做凯子外交。那教育方面都是给我们骗的，这样你看，所以五凤故事，结果我们几个牧师，武敦义当南投市市长的时候，几个牧师三更半夜把五凤铜像拉下来。哦，是嘞哈，来对有家己的人哈，当中有家义的人很抱歉，因为这个都是中华民国假给我们说的五凤故事，说你们高沙族因为杀人头，因为出朝，所以你们要学习五凤牺牲。啊，告家来，我们已经牺牲了几千年，还要再牺牲啊？那我安尼的道理啊，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啦。哇，真的是可怜呆哦。好，你看有没有发现，在台北的碧潭，这个是加上去的呢，你有看到不？加的呢，民国25年8月，阿北就来呢。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啦，无袂安喏。你没有办法违抗，无袂安喏。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执政的时候，当然就改观了，安尼好唔好？当然嘛。你看这些都是哇，看到我们祖先随便乱被抛弃的吼，没有人纪念。好，下来，你看这些都是图片为证哈。好。事实的事情，中华民国喜欢用影片、用电影来给你模糊所有的台湾人。
我哭哭了，流目屎哦，看电影哦，我说结果是骗了。那中华民国高兴的在那边看，然后台湾人在那流目屎，无要安怎？只有等台湾民政府，安尼好唔好？哇哇，真的可怜哦，我们以前的。啊，你看，说我们是皇帝，真的有皇帝吗？中国人就是安内啊，不被安呐。你看，把中华民国把孔子当作真正的国教，所以所谓的流亡总统，一定要每一年都要去纪念，表示儒家思想知识，我们中国的五千年。这样讲，你不被安呐？你看，虚构的，这个老骂，你看，还有这样的真实，好下去。那当时就很清楚，台湾总督府那已经日本把台湾当作自己的主权领域，就在日本天皇里面。好，这是1945年4月6号的时候公告的新闻。有一处圣经我喜欢，我们来念一下。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没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这有什么益处呢？信心有，没有行为是死的，不被安乐。今天很多的倒霉，以为真的对中华民国非常有信心，但是骗来骗去，还骗烂本土台湾人。The people own， 不是 the people own 台湾了 ，the people of 台湾 ，of 那是本土台湾人。不会讲啊，不会安啊。好，到最后，这个是亲近农场南投的官商勾结。你看，112家合法的只有4家，你看整个都破坏了，不被安呐。呜，台湾民政府，安得好不？好。哦，贪赌的太多了哈。我不要讲，因为时间的关系。你看那么多啊，中国军人一群上将的，你看中国人族群军人，然后在立法院2900，每个月12000，有的已经升到17000、19000了，每个月。他们称的荣民哦，实际上我们称的是难民，但是我们阿公阿嬷底下。提抓了这边呼呼哇，不被安了。好，那最后呢，只剩下1分钟了哈。啊，最后我们把这感应器还没有，一直下来。到最后，这个给你们看影片哈、哦。哎，这个不要硬凹了哈、哦，啊，再下去了，不好意思了。哦，安尼啊，拍摄噶。好，到最后
一直到最后，到最后，好，再前面一点，好，这个就当时现在的日本天皇年轻的时候，他再下去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国际法、战争法的占领法呢，很清楚，这样的已经有这样的注册跟条例跟订定，很清楚的交代，我们一定要继续研究，继续推动台湾民政府给我们的交代。但愿大家辛苦一点，安尼好不？这样才可以不被安那去的中华民国挂照。安尼好不？好，多谢。各位同行，稍等一下，我现在才要宣布等下那个开会的地方，分组讨论的地方，宜兰州高沙、宜兰州高雄州，在前面那一栋的五楼教室，前面那一栋的五楼教室，台中州台南州在咖啡厅，一样在那一栋，台南州台中州在咖啡厅，新竹州台北州高沙族在前面那一栋的会议室，会议室就是办公室对面那一间。新竹州、台北州、高沙族在会议室，台中州、台南州在咖啡厅，宜兰州、高雄州在五楼教室。如果不清楚的，可以来问我。